来直播。哦，班后得占卜，那你要解决一下你的核心能力了，晚功多加练哈。谢谢大家给咱们昌平小区的点赞，谢谢大家关注咱们昌平小区，我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粉丝福利。咱们点点关注不迷路，那一组看看。好的好的，咱们赞可以点起来，咱们点赞20000可以抽咱们免费的时刻一节。我一动可能就会卡，我就在这儿待着不动吧。我还是上这个位置，它不会卡。来，这样给大家看。对，他们现在就是在耗腿，耗腿是最有效的解决软度的啊，其次是压。卡了是吗？啊，我现在不动了，应该就不卡了。啊，老师怎么会打人呢？老师不会打人的。先能活动一下。咱们昌平校区是有国标舞的，有中国舞、国标舞、歌舞，然后芭蕾舞，国标也可以，就是直接咱们私信咱们的后台也是有的，后面也会大家直播的。你是志斌老师班的吗？好，那一定是因为我动了他才会卡，我现在不动了他应该就不卡了。想看孙雨飞呀？那没事，咱们下周会直播那个孙雨飞的那个班，大家都会看到的哈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可以帮咱们昌平校区点点赞，点赞到20000的话会有一个免费试课的抽奖，可以抽咱们昌平校区的免费试课一节。 Hello Hello，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。抽的是300元的优惠。今天刘玉丹不在，然后咱们下一周会可以看到刘玉丹。聚集，那你欢迎你来北京校区，欢迎你来北京昌平校区找他们。后面回压，后面回压，咱不着急，咱们要先耗一下，不能直接就压。
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可以帮咱们昌平小区点点赞、点点关注啊，给咱们昌平小区分享一下直播间。可以点击咱们左上角的这个小心心，加入咱们昌平小区的粉丝团。好的呀，欢迎你，欢迎你。咱们的软度课一般是在早上啊，然后下午也会有，这是根据每一个班的情况而定的。哎，我也想用流量，我刚才用流量尝试了一下，还不如这个无线网。我马上去解决一下咱们这个网络的问题哈，争取让大家流畅的观看下来咱们整场直播。啊，我现在不动了它就不卡了，不动了就不卡了，我就不动了，在这儿待着吧。没有关系，你也可以走大一考，不要气馁，加油。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，这个网这两天就是让人很迷啊，直播到三点多。前面这个就是少可，这个就是少可。会是一个班啊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可以帮咱们昌平校区点点赞、点点关注，分享一下咱们的直播间，让更多的人看到。河南有校区，河南郑州有校区。今天不踩胯，今天不踩胯。屁股松的，你说屁股松的，你又给我松。不过想要走小一考的话，八到十二岁就可以开始准备了。然后咱们六年级的话是应届生，八五年级的话就有人开始试考了。河北衡水没有校区，但是你如果在河北的话，离北京应该比较近。咱们北京昌平校区是封闭式的校区。今天也没有压脚背。咱们每节课练习的小项目不一样啊，咱们从这周开始，基本上周一到周五每天都会有直播啊，你可以关注一下，可能下一周的软度课就压脚背踩胯了。勾勾勾勾，对啊，站住站住站住。山西湖南。脚踩住，脚先踩住，五个脚趾头扒住地，站稳了，膝盖蹬直，人往上，后背往上顶，后背再顶。可以呀、啊，你也可以走大一考的。六七。就在北京，咱们北京校区是总校区。二三。
胖可以学吗？后背、你多高呀？你多高呀？你看，我看一下你的体重，然后你现在几年级了？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再来一组，快。软度课一般都是这些项目，咱们都是围绕着考学然后上课的，然后咱们上课的内容都是去解决他的考学项目。大一考是什么意思？大一考就是考大学，高中考大学。小一考的话是小升初，就是走咱们的舞蹈附中考艺校。的话就是身高减九十，身高减九十就是你的标准体重，你可以算一下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对，很重要。咱们今天只是直播这一节课堂，直播的是咱们刘博老师的课堂。这节课堂刘博老师重点解决的是他们的竖叉。左右不可能，右手在前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。啊，后脚后了是吧？你说好，再看书。得看您的孩子现在是多大了。肯定是艺校生在走大一考的时候更有优势。活力，是吧？又卡了呀，那可能是我又动了吧。好，我现在不动了，肯定不动了。后背立起来，两。想看嘉义老师的话，咱们可以关注下周的直播。咱们刘博老师也是很棒的，咱们刘博老师是咱们中央戏剧学院舞剧系毕业的，刘博老师当年的艺考成绩是全国第一名。孩子挺开心的，对，这个班的孩子都贼搞笑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什么意思？加呗，所以说咱们的软度课堂也不一定都是哭哈，也是可以开心的。对，刘博老师长得很帅。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啊。你还是第一次靠近来，我看看来。你能五年级的话，咱们这个体重其实是可以了。那你一位练能现在就得加呀。啊，你可以就是私信一下后台，啊，咱们一会儿找专业的老师帮你看一下。混脚，脚松完，加。今天是不撕腿的，今天是不撕腿的。谢谢你的点赞，谢谢你的点赞。咱们刘博老师也是公认的专业。黑屏了，现在黑屏了吗？现在还是黑屏吗？谢谢你给邵可比的小心心，我一会儿会告诉他的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的点赞。咱们马上点赞就要破三万了，咱们的点赞如果破三万了的话，会给大家带加油加油！
萌萌在哪里？我现在给大家切换一下网络，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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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切换一下网络。啊，是吗？我天哪！哦，家电子就下不去了。爆炸姐。这个是爆炸姐。对，一萌超可爱的，我给大家带看一下一萌。在这里呢，一萌在这里，一萌刚压完，看压软度还能压得这么开心，真是。这怎么压软度还能这么开心呢？带来一个福利是咱们点赞到20000，给大家抽一个免费试课体验的一个奖品。我往前走可能会稍微有点卡。这个真棒，这个贴到地了。宋子瑜压软度了，又卡了，我真服了。哎，没办法给大家拍特写了，我的网实在太卡。快乐的软度课，刘博老师可能很欢乐。哎呀，你喝这么久。哎，你脚别，你看，你看，你这里放松，这里放松，对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咱们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刘博老师的软度课堂。给刘博老师累一点。这个就不太行了，这个就不太行了，换一个要求吧，好吧。五年级，还学五年级，身高5.4，6斤。